又为何？不想送。若王爷有本事，自己回去吧。我这副德行，你让我自己怎么回去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是我了？你不是早知道我知道了？学坏了，比神君差了点。如今，我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 只是法力尚未恢复，这么在人间待着也不是办法，还劳烦神君改日送我回灵界吧。不送。又为何？不想送。若王爷有本事，自己回去吧。我这副德行，你让我自己怎么回去？我现在连灵界的入口都探查不到。 更别说腾云驾雾穿梭两界缝隙了，你这是在为难我。看出来了，送我回灵界，是应对现在事态的最好办法。第一，仙灵两界。 现灵两界积怨多年，我这副身子虽回去解决不了什么实事，与芙蓉君婚约若成，定能增加两界信心。第二，回灵界我或许有找回法力、恢复五感的法子。总好过在这里干耗着。第一，翼苍王跟芙蓉君的婚约取消了。 什么？取消了？三界皆知，碧苍王沈离已战死。天君的孙子，为什么要跟一个死人成亲呢？取消便是了。这也是经过天君和灵尊的认同。第二，医好你的法子，我有。你有你不早说。我是打算。 待你好的差不多了，再告诉你。况且，我也在等一个消息。什么消息？那个，我觉得好像是时候该我出现了。当然了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嗯，我早来了，就是在这儿贴了块墙角。